要拍你的手部动作吗？能摸到吗？说一下我多不能飞，应该不像我，就是看别人等的时候，应该是这个姿势，就是两个手都在下面。我刚刚是两只手都抓那个球，然后再出手的，就是站直了出手。对，就不要管右边那个了，我觉得右边那个我用不上的。你可以并手吗？不用管它了。你站直了就能摸到。对，你看并手，然后一下站起来就可以摸到。